近日，亚利州龙斗热闹非凡，画面中的渔民龙舟队和和龙正在为新大龙龙舟进行开光仪式。渔民大龙历史悠久，至今仍沿用柚木打造，纯手工制作，已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此条全新款式的龙舟是和和龙为迎战香港龙舟界盛事香港仔渔民大龙激烈竞赛专程从东莞定制。和和龙主席冯请文告诉记者，香港制作龙舟工艺已示威，龙舟队纷纷北上在内地定制龙舟，他希望这条远道而来的新龙舟能够令和和龙在比赛中取得一个好成绩。因为现在香港没有船厂装这些船的了，所以一定要去大湾区番禺啊，或者东莞呢的船厂呢就装这些龙舟下来香港的，这样那个价值呢都是，所以就价值连城这样，差不多为港币30万多这样先装到这龙船下来，因为它用的柚木是比较贵一点的，即是这船一旧了就比较入水就爬的成绩就比较不好了，所以新船就比较是漂亮一点，这船的建议就爬得好一点。因疫情搁置了3年，香港仔渔民大龙激烈竞赛将于6月22日复办，届时将有10只渔民大龙参加。作为和和队的队长，被队友亲切称为五哥的冼先生，今日特地前来和队员进行新龙舟试水。我哋呢个龙舟会咧，有39年嘅历史噶啦。每年其实心情好忐忑嘅，又要唔翻工，又要抽啲时间，大家都希望尽力去攞到最好嘅成绩。咁当然就系话成绩，我觉得系次要。我哋希望爬龙船之余，拜天后娘娘，希望我哋嘅隊員或者香港每一個人都健健康康，大家都開開心心，係嘛？咁啊，繼續有我哋中國文化節日嘅氣氛。根據南區風物志記載，香港仔作為昔日香港四大漁村之首，是最早出現龍舟競賽的漁港。閒暇時，漁民便以划龍舟為樂，至今已有150年的歷史。如今香港仔是保育渔民大龙最完整的渔港，香港仔避风塘旁的亚利州龙斗亦是全港放置最多传统木龙舟的地方。在此地长大的冯启文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十分热爱龙舟，他希望通过龙舟比赛延续和传承这项传统文化。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这个香港看我们的爬龙舟的，譬如高级国际赛都有，这里香港譬如呢度第日5月初5啦，嚟香港仔咧都有嘅，都有嗰啲領事館啊嗰啲人都嚟參觀我哋比賽嘅。呢個歷史咧都咩嘅，我哋都係傳承文化，就我哋本身都係自己有個興趣，對呢個龍舟嘅文化有認識咁樣，咁啊自己又喜好呢個健身嘅運動，所以我就要搞呢個龍舟咁樣咯。堅持幾多歲？我堅持我哋就盡力而為啦，咁樣我就當鍛鍊身體咁樣啦，幾多歲都唔緊要，一路爬落去，嗰啲精神嚟嘅。